国军在海上专注地面对敌军，准备好机枪往海上发射。国防部释出的影片是29号在澎湖地区进行的实兵实弹演练，在武德训场及澎南水域分成不同阶段的演习，包括了联合侦监、联合海空火力打击及滩岸火歼等演练，出动了空军 F-16 战机、海军暨光舰，陆军的部分则出动了 M60A3 战车。发射火炮的场面震撼，目前 M60A3 是国军主要的地面战力，这一次也完整的呈现在国人面前。整个过程涉及了1000多发实弹，参与的官兵展现了专业技能与精湛的射击技术，也让国人见证了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，更让不少军事迷看的是大呼过瘾。